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va 魏晨曦，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几个包顿的护肤小贴士，令到你家的护肤品都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。有没有遇过以下这几个问题呢？休息得不够，一转天气，出外旅行的时候可能肌肤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问题，平时用开的护肤品化妆品都突然间觉得不够滋润，究竟怎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？在这个时候，噔噔，奇迹水就可以帮到你了。如果有 follow 開我的朋友，應該對奇蹟水這三個字不陌生的了，因為早在這個 product 推出的時候，我已經跟 Bioderm 去了法國 Live Planting 的這個發源地去了解這個產品了。而去年我也介紹了輕透版的奇蹟水，就用了韓國的 7 Skin Method， 而今年奇蹟水就出了一個 mini 裝的了，咁呢一個就係 75ml 噶啦，我覺得佢好可愛啊，細細支，我哋可以攞上飛機啦，出門旅行都好方便。除咗七水法，其實奇蹟水都仲有其他嘅用途噶喎。咁譬如我哋化妝之前啦，我哋可以用我哋嘅奇蹟水倒喺我哋嘅化妝棉上邊，跟住咧我就敷喺我哋面嘅兩邊啦、T zone 啦，你覺得乾需要加強嘅位置，這個其實係一個急救嘅一個作用嚟噶。其實不需要敷很久的，敷一至兩分鐘之後拿下來再化妝，整個妝都可以更加的貼服。第二個方法，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奇蹟水加在我們的 makeup base 裡面，用法都很簡單的，我們將 makeup base 擠在手上，再滴一至兩滴的奇蹟水，跟著 mix 埋均勻了之後擦在上面，你會 feel 到啦，呢個 makeup base 係特別滋潤嘅。咁我哋之後再化妝啦，你都會覺得啲光紋咧都會唔見曬。第三個方法，你可以將奇蹟水咧 mix 喺 hand cream 啦，或者係 body lotion 裏邊。咁我手上嘅呢一支就係 hand cream 嚟嘅。咁同樣咧都係擠咗你想要嘅分量喺手上邊啦，跟住滴一至兩滴嘅奇蹟水 ，mix 咗之後再擦上手啦，或者擦喺身嘅。我就覺得呢個方法擦完手之後，你會覺得呢個產品吸收得特別快啦，同埋滋潤度亦都提高咗。好多人都會好好奇點解呢一支奇蹟水咁勁嘅咧？咁其實裏邊咧就有 Bioderm 嘅一個專利成分啦，就係 Live Plantin 啦。咁好似呢一支奇蹟水咁樣啦，裏邊就有最高濃度5% 嘅。咁呢個水源再生因子咧，就係幫助我哋嘅肌膚有再生啦、防禦啦同埋修護嘅功能嘅。不如我依家做一個實驗，你就知點解啦。想像一下，你有兩塊海綿，呢一塊咧係乾嘅，呢一塊咧係濕嘅。當我哋嘅細胞缺乏水分嘅時候，皮膚就好似乾海綿一樣，會缺乏彈性啦，同埋影響吸收能力嘅。而奇蹟水就可以幫我哋嘅細胞充滿曬養分，所以奇蹟水可以提升我哋後續護膚品嘅吸收功效，每日都幫我哋嘅皮膚做 reset， 令到肌膚長時間都 keep 住喺最佳狀態。咁當我哋擦完奇蹟水之後咧，亦都可以用最新推出嘅呢個 Live Planting 嘅 Eye Cream， 我哋會將呢個 Eye Cream 咧分別點四點，戴眼嘅周圍，跟住我哋再用呢個按摩棒咧，由眼個裏邊向出邊推，可以係成個眼窩畫一個八字，一路幫我哋嘅眼做按摩，一路慢慢放鬆我哋眼部周圍嘅肌膚。呢個按摩棒只要咁樣碌三次，已經可以幫我哋嘅眼咧消除眼部嘅疲勞啦，促進血液循環啦。希望你哋中意我頭先分享嘅幾個關於奇蹟水嘅護膚方法，咁你哋都快啲翻屋企試下啦。如果你哋都有一啲特別嘅方法咧，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嘅。拜拜，下次見啦！呢個 trip 去睇下點樣係探索 Bioderm。探索奇蹟水。